好，海城急救中心。求求你们快来！你好，请问您在什么地方？韩宁她第二百三十二号，你们快来！林七爽，什么情况？家里电器老化起火，弟弟被困在火里，哥哥跑回去救他，被严重烧伤。然后两个人在二楼往下跳的时候没跳好，弟弟后腰砸在了铁架上。先下个秋萍。好。通知烧伤科切开气管，再通知外科系统全员会诊。快去。是。患者丁大山、丁大海是一对兄弟，家中失火，哥哥丁大山全身大面积烧伤，体液丢失严重，现在静脉通道无法建立，也输不进去。静脉通道问题可以用介入解决，可是身上大面积烧伤，没有自体移植皮肤的地方，让亲属捐赠呢？他父母都已经去世了，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亲人，哥哥刚刚结婚，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。如果亲属不能捐，后续植皮的费用会很贵，而且恢复的过程会很复杂，就怕感染导致多重病发症。弟弟丁大海，其他地方没有事，但是片子显示双肾都受伤了。双肾，双肾。王主任，你怎么看？哎，从片子上看，双肾破损严重，究竟到什么程度，还得打开来看。那就直接开胎，一起上。切大口，打开再看。苏源，你马上跟患者家属打声招呼，我们准备手术。好，好的。患者左肾已经切除，我看右肾。也够呛，现在尿量多少？没有尿，尿道里也没有存液。林院，尽力了，实在是缝不起来了。要是现在立刻做换肾手术的话，还来得及。这一时半会儿上哪去找肾源？即便是有，也有个时间匹配的问题，根本来不及。这个孩子才二十六岁，很年轻，再想想办法。这边已经结束了，就等着肾移植了。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右肾也保不住啊。嗯，林副院刚刚联系过肾移植，金额已经超过六位数了。他们家刚刚失火，孩子要出生，最快。他们是双胞胎，对，他们是同卵双胞胎。你好，喂。我们研究出了新的方案，您听一下。啊。大致就是哥哥给弟弟提供一个肾，保住他的命；弟弟给哥哥植皮，双胞胎兄弟互相提供皮瓣跟肾脏，只要没有排斥，每手术期治疗的难度会降低，费用也会降低。这样的话，两个人都能活吗？但不是所有的双胞胎都能完美配型，术前配型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，可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。
那如果配不上呢？弟弟会死亡。那我老公呢？他会少一个肾，但不影响正常生活。可是他的免疫力会有所降低。喂，田阿姨，我稍后再回给您，可以吗？稍什么后啊！我这都十万火急，焦头烂额了。你把我房子烧了，楼下也烧了，这笔钱你说什么也得赔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啊，你倒是快点，这会儿楼下邻居都堵我这儿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你们的责任，不注意用电，那电瓶车就不能在房间里充电，不知道吗？先别管这些了，别让这些电话影响你的情绪。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我公公和婆婆走得早。我老公和小叔子相依为命长大，能不能让他们两个都活着，我们这一家才能在。我求求你们，再想想别的办法，让他俩都能活着走出来，好不好？林夫人，密外那边还有没有保住弟弟肾的办法？我可以帮忙一起手术。让我试试。我试着去留住患者的右肾，这样哥哥不用捐肾，术后植皮能恢复得更好，弟弟也不用移植。你是？他叫林渊，哈佛毕业，毛欧实习，擅长普外、泌尿外科等常见病的诊治和手术。交给我，我会保住他们兄弟两个。费了半天劲，就为了挖这么个人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过才知道。院长，可不可以出去一下？我想和你谈一谈。就在这儿谈吧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林医生说他能保住患者的右肾。我想问的是，你为什么要把他来海城？要想让海城成为中国的曼欧，就必须学习曼欧的先进理念。林医生与我理念相合，愿意支持我完成梦想，更愿意回来报效祖国。有这样出色又重情义的医生女儿，傅爷，你应该感到很骄傲。不是吗？他的动作有点慢，但很稳。这是我见过最稳的一双手。
怎么可能？明明。爸爸，我就要做手术。姐，姐，姐，文晨，保留了三分之二的右肾以及肾上腺。后期只要血清肌酐值不超过600，连透析都不用做，吃药就能维持。恭喜，夫人，你的女儿很出色。手术很成功，谢谢，谢谢你，林医生，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哎，别别，平复心情，有任何不舒服，第一时间告诉妇产科那边。谢谢，快去休息一下。谢谢。林渊，你是很会读书，但当医生还要手啊。你的手虽然经过复健，也跟常人无异，但我能拿手术刀。但这么一点差距，就注定你没法成为顶级外科医生了。我能。不要当医生行不行？不。如果你非要选外科，那么打败我。我回来就是为了打败你的，林副院长。哎呀，你都熬夜熬了一个晚上了还不睡，那身体吃得消吗？赶快吃饭吧。谢谢老婆。哎，这不是小渊的简历吗？就是他。回来了。嗯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呀，他都回国了，干嘛不回家呀？他是回来了，
而且已经回来一周了，回来了都不告诉你一声，那明摆着是不想回家吗？都怪你，你当初啊，少骂点他，少干涉点他，他也不至于这个样子。你说我们两个人啊，现在有这个女儿，跟没这个女儿有什么两样？哎，你说他学医怎么了啊？做一个外科医生又怎么了？就算苦点累点，对不对？好歹我们一家人也可以相互照应着点，让他少吃点苦，是不是？嗯嗯嗯。哎，干嘛去？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呀，好了。哎，吃点水果，补点维生素，喝点元素。不是献殷勤，来为你的500块打探敌情吗？敌情？哎，花姐，你真觉得那个曼欧来的够资格做证人的对手啊？你错了，我请他来是为了做老王的后补。你还对得帮老人心存芥蒂啊？嗯，省得再有这种手术的时候败架子掉链子。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私人恩怨。还有啊，他来海城的其中一个目的，就是跟证人学习介入，毕竟泌尿科也是需要介入的。证人的经历就这么多，能带几个？你还是他？好，说了半天在这儿等我呢，我可是你亲侄子啊！一个不为医院赚钱的亲侄子吗？你打算什么时候上手术台？你真的有办法让他重新振作？看过星空的人是离不开星空的。13秒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？好期待。也就60分，不，最多70，比我差远了。大吉大利，顺利下班。哎，为了庆祝两兄弟手术成功，又到了每月一次的各大医院联谊时间，单身的我要抓住机会了。不像你们两个就知道什么。嗨，加油吧你！云哥，我还有事儿，我不去。告辞。月姐，一起走吧。走吧。你也去啊？对啊。都准备好了，出发吧。你也去？我为什么不能去？不是吧，郑哥，你也要去啊？那完了完了，圈内现在都知道海晨出了个外科介入天才，癌症克星。你要去了，没人关注我。我也去。不是云哥，你刚说我反悔了，我去换衣服，你们等我。你们都去，更没人关注我了。看路，看路。选的不错啊。
得不是啊，云哥，月姐每次来可多男孩给她留电话了。真的假的呀？啊，月姐是我们海城收花收的最多的女孩。那肯定都是患者家属为了表达感谢才送的，懂什么呀？主管，在这个地方还看书，不太好吧？是不太好，主要是太吵了。别看了，走走，跟我跳舞去。你觉得我会跳舞？不，教你啊！来来来，别闹，赶紧给我。给什么呀？你学会了我给你啊！你教了那么多东西，我也好好教你啊！对不起啊，是你啊？谁把他叫来啊？晦气。苏云，毕业于著名医科大学，21岁就在《柳叶刀》发表了论文，给小白鼠做了自体干细胞培育的心脏移植手术，一时间风光无两。后来因为你的老师吴教授出事，你大受打击，一蹶不振，不顾劝阻回到海城医院，决定不再做手术，而在急诊混日子。你眼高于顶，觉得自己还是天下第一，直到你遇到了郑仁，发现自己超越不了他，于是就做了他的跟班。哎，当跟班要你管啊？还有吗？听说你得了 PTSD， 不能再做手术了。就这样还敢嘲笑我手速不行？我不止嘲笑你手速不行，基础见识经验你都差远了。约吗？约呀，不能约。林副院，我不允许。约什么呀？啊？当初我就不应该同意让你去美国，看看你现在变的样子，堕落。从明天起，我们来 PK， 接诊率、治愈率为期一个月。如果你输了，以后郑仁所有手术我跟。如果你输了，回你的班哦。来来啊，谁怕谁啊？这是我说的约和不约。你妈让我问你，什么时候回家吃饭？等我当上副院长，回家吃庆功饭。郑哥，你也不管管，挺好的。哎，不是，你郑哥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哎，不是，月姐，你怎么也站着说话不腰疼？我先回去了。一起走吧。哎，等等等，联谊才刚刚开始啊。我已经看到想看的了。哎，哎，不是，谁买单啊？走了啊，拜拜拜拜。喂，依然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？计划顺利吗？顺不顺利要看最后的 PK 了。说实话，一开始你跟我说这个计划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你想出来的呢，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是郑仁。你想向我了解哪些医生适合加入连体婴手术团队？嗯，这些医生的水平你还不了解吗？看个手术你就知道了呀。手术只能展现医生的技术水平，但是作为同伴的话，需要更多的东西。嗯，有道理。那就去看他们的另外一面，医院之外的一面。我觉得他们都开始变了。先不说了，再见。
爸爸，这个柜子是做什么的？放器械。你每成功一台手术，我就送你一件最新的定制器械。但你要答应我，等它装满，你就辞职回家里来。你只邀请了苏韵，却没有邀请我，是因为我还没有资格加入你的团队吗？手术要做吗？手术暂时没有，就是消化内科那边有个病例，想请您帮忙看看。患者什么问题？我媳妇腹泻，差不多5年了。患者主诉腹泻5年，每天腹泻5到6次，伴有进行性消瘦。5年前，你让家属过来吧。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便不成形。一天要变2到3次，1年之后就变成4到5次了。去过消化内科吗？去过，他们说怀疑是寄生虫，但是几百种、几千种寄生虫都检查一遍了，那我们农民哪有那个钱？林静，你就是林专家？我是。这么年轻，要不你10年之后再来找我看。说一下你丈夫第一次发病之前的情况吧。我老公5年前开始胃口变得不太好，然后也会有些肚子疼。吃过什么特殊食物吗？特殊？没有，米跟菜都是自己家种的，猪和鸡也是自己家养的。我家有8口人，全家人都没事，就我媳妇儿倒霉。时间太久了，我确实不记得她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，可从那之后她就变了。穿纸尿裤了？他其实是个很喜欢旅游、喜欢潜水的人。潜水？我们每年都会去泰国、马尔代夫这些地方去潜水、去玩。每年都旅游？去过哪些地方吗？哪儿都没去，也没那功夫。就这次，都是我带我媳妇儿第一回进城。腹泻严重之前，做过什么事儿吗？他爱打麻将，这算不算？他脾气也不好，一输了就推牌。有一次推牌的时候劲儿使大了，没忍住，噗呲！哎，停，不用说了。是有什么问题吗？稍等我一下。消化内科吗？请问那位腹泻患者的内镜做完了吗？我想看一下活检组织里面能不能找到寄生虫，我怀疑是旅游者腹泻。旅游者腹泻是什么？你丈夫的病呢，大概率是蓝氏甲地鞭毛虫感染。这种寄生虫寄生在人体的小肠、胆囊，主要在12指肠，可引起腹痛、腹泻、消化不良等症状，导致甲地虫病。近10年来，由于旅游业的发展，在旅游者中发病率较高，所以又叫旅游者腹泻。肠检胶囊检查，那是什么？胶囊里面有一根线，把这个胶囊呢从你的嘴里吞下去，然后线的另一端呢留在你的嘴外，等上3-4个小时以后，胶囊里面的尼龙绳会到达你的12指肠，然后我会把这根线呢从你的嘴里抽出来，刮取上面的东西进行检查。是不是太麻烦了？这样就不用做胃镜了，而且便宜。那就选这个。太麻烦了，我在曼欧从来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方式。你跟那边说用镜头取点活检组织，然后用蓝氏甲地鞭毛虫快速诊断试剂盒。胃镜做完了再做一次就好了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可是做胃镜很难受的，比一直穿纸尿裤还难受吗？这种病一般一个人有，一家子就都得了。但我没有事情啊。很多药物对甲地虫有作用，比如你吃的利特林，如果确诊的话，口服甲硝唑有效率可以达到98%以上。您的意思是说，困扰我老公这么久的这个病，吃个甲硝唑就行了？对不起，医生，我不是质疑你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结果出来了，蓝氏甲地鞭毛虫感染，我给你开甲硝唑。这么长时间，我看了这么多家医院，你5分钟就检验出来了。抱歉，我再也不说你年轻了。重新跟你自我介绍，我是海市天天看的记者。如果甲硝唑真的有效的话，我给你做报道。云哥不好了，患者状态很差，做不了这个检查。做个肠检胶囊都能出事儿啊！
医生，医生，你给看看是啥情况？我先查个体，小周收枕头，把腿蜷起来，慢点，慢点啊！衣服给他解开，哦，露出腹部，这够吗？手打开，疼了说啊，这儿呢？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大夫疼，这儿疼啊？哦，我看看手，手上有皮疹，双脚肿胀。我怀疑是嗜酸性粒细胞肠炎，先做个肠镜吧。不遭了罪了，真的。以前去过所有的医院啊，肠镜、胃镜一样没查过，该花的钱我们都花了。我是听说你们这儿不强求人家做检查，我才敢来的。我们不遭了罪了，真的，不错。我。他平时喜欢吃什么呀？猪肉炖粉条。会不会是绦虫？不会，绦虫很少引发腹泻的。不是大夫，你就帮我们看看，就说能不能看出来，检查出什么毛病。要真的看不出来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就带我媳妇儿回家，该吃点啥吃点啥。真的，就自从得这个病，我跟我媳妇儿已经好几年没在一块儿喝酒吃田螺了。你们喜欢吃田螺？阿珍喜欢，她揪着酒一晚上自己能吃一盆。那还是寄生虫啊？很有可能是旋毛虫。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个，而是两个月为什么不好起床？不是拉肚子导致的电解质紊乱吗？看状态不像，先不做肠镜了。我怀疑是嗜酸性粒细胞增高并发的 Loeffler 心内膜炎，去拿超声机过来。是，来凑过来帮个忙。哦，头慢点。大夫，这花多少钱？别人做要钱，我做不要钱。为啥？我的人工不值钱。有点凉啊。左心室心尖部可见以实质性相会症附着，形态不规则，可疑血栓，考虑 Loeffler 心内膜炎。左心室收缩功能降低，二尖瓣、三尖瓣重度反流。这儿，给患者擦擦。哦，查出来了吗？不是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并发的肉芽肿，是左心室血栓诱发的左心功能衰竭。最近一次吃饭喝水什么时候？刚才。左心功能衰竭，要用抗凝药物消融血栓吗？不行，五年腹泻拖的时间太久了，开刀取栓是最优效的治疗方法，但是费用，多少钱？15万。多少钱？15万？放心，按照新兴农村合作医保政策和惠民保，报销之后差不多5万。5万？就是个腹泻，腹泻5万，这大城市钱也太不值钱了，往哪儿找我擦车？阿强，5万，5万的话，这都不好凑。咱不治了啊，不治了，回家给我做猪肉炖粉条去，我饿了。想吃啥？哎呀，猪肉炖粉条嘛。走。慢点，慢点。没事，咱回家。来，一二，走。回家。
半个月之后那才好吃。咱今天就做，咱弄点黄酒。啊，咱家黄酒是不是没了？哦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存点儿？我一直生病，没咋顾家，全给忘了。咋不走了？哎，咱跟隔壁村的三大爷再借点酒，来年再还。来年，来年。啊。哎呀，你咋？哎呀，干嘛？哎呀，你干啥呀你？你干啥呀？对不起。哎呀，我没事儿。我没本事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对不起，我起来。你干嘛呀你？没本事，我。你干嘛呀你？没事儿，我没事。我想吃你的，可是我没本事。我，这我没事儿，咱没事儿啊，先给咱自己孩子留着，干嘛呀你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楚人，你这人真的很讨厌。你来了以后，我每天过得都很混乱，莫名其妙的着急，莫名其妙的愤怒，还莫名其妙的婆婆妈妈。你的存在好像一直在提醒我，祖云，你不行，我的医术不行。医德也不行，很不甘心是吧？因为你内心很清楚，你自己本该是我这样。请我来解决，他的病我一定能给你治好，相信我。来，谢谢你啊！你救他。